OK，那小阿姐看到他们这次去这个叮叮咚咚，这个声音很响，是不是比较热闹？其实，在他们一进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在外面会比较热闹一点，在他们还没有进大古塔之前，然后一直他们一路到电梯井，我就觉得奇怪，哎，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才正觉得纳闷的时候，一直到他们走到那一面墙，鬼，对，鬼的那一面墙，突然我就秒懂我为什么其他地方我都不像以前看到其他单独的飘荡的灵体，因为我在那面前看到一个跟墙差不多一样大的人形，哇！然后他就是一只脚盘起来，然后一只脚这样子坐着，应该就是像我们在讲的，比如说鬼王，就是这个地方都是我管的，所以可能那一个地方他在那边，所以不会有其他人去接近。去吵扰他或者是什么的，本来你们在讲那一段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动静，一直到拿出了那一只神奇宝贝，你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神，女神之前你说了一句，我是神，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很就是他的手很大，但是他扒下来的位置大概他的手掌就这么大，就看到一个灰色透明的。他一讲，他就往他这边这样啪下去。哇，是你最配，是你整个人吧？我讲这句话让他生气吗？当然了，你是神。有一点，你算什么东西？你是神的那种挑衅的味道。那就来看看，是你自称说你是神，还是我这个王大？哇塞，就会被扒，就被扒。但是他拿着扫把开始要扫地，那边。那个王就不见了，可是因为在当地有那个碟仙啊，因为你去碰触了那个东西，所以可能引发了其中一个灵界好朋友的共鸣，而且还哈哈哈，对，还吹气，所以那个时候突然我就看你不是蹲在那边吗？对，你蹲在那边，突然有一个女生，啪，哎呦，啪，就这样啪，然后就这样开始哦。哦，要干嘛？开始趴着跟他一起找那个鬼，不要找那个字。接着就在他后面，一起到佛像那里。可是佛像这边，我就真的感觉有看到比较多。哦，原来你们都在这。哦。因为他们的天花板就跟我们那个都是基本上后唇只剩下栏杆。青钢架。所以我就在青钢架上面，我没有看到上半身，但是我都只看到脚这样的垂着。然后第二个看到他们聚集的地方，不是有好几座很巨大的佛像吗？都在那个台子上。比如说他们是佛像，他们是坐姿。然后我看到其他就是这样子站着，然后全部都在 table 上。那都看到了，还不赶快来跟他敬礼？辛苦，干嘛跟我干嘛恭喜你？辛苦，是都在都趴在你肩膀上了啊！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跑到楼下去的，就是那时候，所以那个鬼就跳到他床，跳到他背上。老师不要，因为一般我们看过的都会比较倾向于好奇他们，可是这边的个性，他们好像亲近哦，反而比较怕，他们是聚集在桌子上。或者是就是有一段距离的，好像有点怕你要来干嘛，但是又好奇你到底要干嘛。太丑，没有。但是其实你为什么站在那边会晃？我刚刚不是说他们都在那个桌子那边吗？对。那其实一直推你，因为他不希望你一直站在那里。就是一直在推，一直推你躲开，一直在推你这样。没有那么大力，没有大力。我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大力。我感觉好像是有人在晃我，对对对对，摇摇晃晃。打太极了。对。太大力了，太大力了。其实刚刚你们真的不需要。抽签。你们不需要催权。真的。因为一个有异性知己好朋友，一个是因为拍神像，所以你有一大挂粉丝。粉丝。但是是得罪的粉丝。好，我先说。好。从最刚开始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女生，她很喜欢她，就是，但是她真的把她当女生，哎呦，就是姐妹，所以她就跟着她，闺蜜，但是因为她想要帮你，她要帮你赢，所以我刚看到他们在一直在弄那些弄的时候，我有看到换医生的时候，她就去挡她的钱，挡她前面那个，她就用手指头挡她前面的钱头，她其实是要帮你赢。
难怪赢到三倍，四倍，六四二十四，四倍四。可是因为前面我已经说了，你在那样的地方，你表明你是神，就已经开始了。可是一神在那一站，我是神。哇，你也是哦，因为每一尊神像，他的手指，他的法印啊，对，都有特别的缘由，所以基本上我不建议模仿，不建议模仿。我那个时候还每一个神像都模仿哎，所以你就引起了他们对你的各种好奇跟仇视。那个房间，因为郭老师，你进去的也觉得头痛，头痛，就是整个过程里面，就那个地方比较对你来讲比较强烈，比较磁场比较脏乱。是，你应该有什么？我在他们讨论那张床的时候，其实我就说他的那个爱人、好姐妹、sister、闺蜜，他的那个灵界好闺蜜，那个时候就已经坐在床。在 等他们进来，他想要跟他们玩。哇操！然后所以你们会听到那个声音，但到刚刚那样为止，我都没有很明显的身体有剧烈的反应，一直到你开始那三碗饭上去之后，开始这样敲，因为那边是一个废弃的地方，然后他们可能以前常做这样的法事，但太久没有了，听到类似的音频，所以我看到的是床在这边嘛，然后三碗饭，然后医生面对这样，但是我看到。很多是从你前面穿越而过，但它不是人形，它只有头是人形，然后后面是很像拖尾的灰色体这样子过去。三碗饭前面就聚集了好多类似像骷髅头的脸，可是有包，还有一层皮，但是他们就是连碗这样吃饭，对，就是一直要吃，一直这样，可是吃不到。